六扇门始建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朝。这是一个将江湖中的武林高手及宫门笔快融于一体的独特组织，因为它的总部是一个坐北朝东、南、西三面开的，总共有六扇门的建筑，故被称之为六扇门。六扇门行动迅速，主管人口，专办大案，从而被民间广为传颂。明朝天启年间，六扇门更在查办废金钱的大案中表现出色，屡陷其中，立下了抢案码功劳。也因此，六扇门让他在历最高峰。陛下，昨夜贼人夜袭祭天高台，其目标必为陛下祭天圣殿。你们看看，这是皇上做的宝啊，真是巧夺天工了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咱们当今皇上亲自雕的，巧夺天工啊！赛过鲁班，鲁班跟咱们万岁。你们三位大臣，你们三位对木雕比较了解，来，上来看看。上来。哎呀，巧夺天工啊，妙！啊，好，太妙了！各位大人，咱们给皇上鼓鼓掌。哎，好。这个花了我15个昼夜，精雕细琢而成。哎呦，庸哉！陛下，龙体乃社稷之根本，为了陛下安危，臣恳请陛下推迟祭天大典，望陛下三思。哎，您这话不对了吧？今天是端午节呀，咱们的祭天大典早就昭告天下了，全国的百姓欢天喜地，您现在突然取消了，这不是让大家伙失望吗？再说了，您这个六扇门神通广大，逮这么两个小毛贼易如反掌，小菜一碟儿啊！皇上，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卢大人，照魏公公说的办。陛下，好了，没事的人都退下。陆大人亲临六扇门，定是为了昨夜祭天高台遇袭之事吧？你们六扇门果然消息灵通啊！皇上应该推迟祭天圣典，以保万全才是。今日早朝之上，皇上听信魏忠贤之言，不但坚持端午之日举行祭天大典，还下令刑部在端午前务必破获此案，确保祭天大典如期安全举行。可现在距离端午竟剩下3天的时间了。是啊，3日之内
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，要找到几个贼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呐。季捕头，你也没有把握吗？陆大人，季捕头，襄阳有消息了。可是我们的线人被杀了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只能看到苍城客栈四个字。陆大人，这张纸上只能看清楚苍城客栈这四个大字。我想这件事情多多少少与客栈有着密切关系。来人，在，把周崇和张一叫来。是。今日距离端午祭天大典只有三天不到，而这苍生客栈是六扇门这几日竭尽全力所得到的唯一线索。请给我们半个时辰准备，即刻出发前往襄阳。看，碎玉银镯，我找到。据说这锦卜存世非常少，居然真的被你找到了。为了找他，确实费了我一番功夫。不过此琴谱真是奇妙，我拿到会忍不住试弹数次，音律至美动人，费点功夫也是值得。多谢。好了，咱们应该出发了。小姐，琴弦断了。客官慢走。哎，客官，哪家才住店？我住店。啊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客官。
您请。哎，给客官上一壶上好的茶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啊。客官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下去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哎，小二，咱们客栈安全吗？没有什么鸡鸣狗盗之辈吧？咱们客栈绝对安全，任何鸡鸣狗盗之辈都被咱们拒之门外。哦，客栈的饭菜怎么样？还可口吗？厨房在哪？咱们客栈的饭菜是襄阳城数一数二的，咱们厨房哎就在出门的右手边。好，你先下去，有什么事儿我再找你。哎，那小的下去了。客官您休息吧。哎，老师，小二，小二，好嘞，哎，慢走啊。两位主持人，好嘞。这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叔叔来了啊，来吧，请我。来，走。坐在里面啊。这位客官，您要点什么呀？先来杯茶吧。哦，好嘞，稍等啊。酒，小二，上酒。好嘞。两位主持人，好嘞。叔叔来了啊，欢迎我。好，抬高一点。坐。江湖叛贼，还威胁了当今圣上的祭天大典。坐。是。所以我们希望胡统领能够配合六扇门，侦破此案件。我胡大勇驻守襄阳三年有余，爱民如子。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，别说什么反贼了，就连普通的小偷强盗都不多见。现在你们京城出事儿，却说是我们襄阳有人谋反，还让我出兵帮你。你们京城的官儿动动嘴皮子，我们下面的人就得疲于奔命，什么道理？我们六扇门最后查到的线索就是襄阳的苍生客栈，所以我们才会奔襄阳而来。哦，对呀，你们六扇门不是神通广大吗？我们的人粗手笨脚，恐怕帮不了你什么忙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儿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也没有那么多闲人。这样吧，来人呐！去跟下面的人都打个招呼，就说京城有六扇门的捕快前来查案，要是碰到了都行个方便，明白了吗？是。朱捕头，我也只能帮这么多了。你，我们初来襄阳，人生地疏，要我自己能查，还来找你作甚？你，统领，我今晚寻了个位置。正好是在苍生客栈附近，要不我就陪朱捕快走一趟了。这是你自己找的麻烦，别回来又找我抱怨辛苦。朱捕快，别往心里去，我们胡同里习武之人，心直口快的，虽然话说的不中听，但人还是个好人。这边，
哎，好，爷。客官，你想吃点什么？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可吃的？我们那个苍生客栈的。我每次在襄阳都到这里来。好好好，我这边还有点啊，我就先过去了。两位啊，告辞告辞。好，客官，我们这儿比较拿手的呢，有这个烧鸭、烧鸡，这位啊，红烩，一看不是襄阳本地人。没错，我今天刚刚到达襄阳。那我建议您尝一尝这里的牛杂面，襄阳特色，味道确实不错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既然如此，好，小二。哎，你就给我来一碗吕先生推荐的牛杂面。好嘞，一碗牛杂面。哦，先生，你这酒味儿挺大呀。我自己寻了个方子，泡的药酒，你闻到的是中药味道，要不要尝一尝？哦，免了，多谢先生好意，喝酒误事，我已经很久都不敢再碰它了。哦，先生。嗯，看起来您是一名大夫。小哥好眼力啊，江某正是一介江湖游医，专门给人治头疼脑热，混口饭吃。幸会幸会啊，幸会。嗯，都这点了，还有人呢？就是，都这点了，还往这歇着。六子，六子，你快看，嗯，刚才是满满一大筐，现在怎么就这么点了？哎，有贼，快找！出来！谁在里面呢？出来！出来！别走了啊！我看见你了啊！出来！先生是不是本地人？我也不是，但我经常来这。如果真像你那么说的，那你一定是经常云游四海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好，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嗯啊，好。哎，几位爷，你们这儿还有客房吗？有有有，最好的客房。这里的生意果然很不错的。快出来！快出来啊！出来啊！我跟你说，别抢了啊！出来！我都看见你了，你快出来吧你啊！哎，那有声音，走。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给我拿出来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最好的。哎，好嘞。有事好好说，有事好好说。
就是想找个人，请诸位配合一下。人找到了，我们就走，不伤害你们一根毫毛。不过，如果在座的不配合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大爷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您要找人跟我说一声，我帮您找不就行了？您把我这店给封了，我。大爷，您看这样行吗？人我帮您找，另外我再给诸位50两银子。哎呀，大爷饶命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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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
听着，这只是个小小的警告。现在你们所有人原地坐下，双手抱头，坐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！还有你，坐下。这就对了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醒醒啊，掌柜的！小二，啊，去把你们客栈客人住店登记的册子给老子拿过来！啊，快点！来人！快！给我到后面去搜，抓到的人去验明身份，然后带到大厅来。谁要是敢反抗，只要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就地解决。是。这位大爷，我能说句话吗？说。这位掌柜的伤势很重，我是大夫。让我给他看一看伤口吧，别真的弄出人命来。来人呢？在。他挪那边去。是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是谁啊？怪你，
大夫，你救救我家掌柜吧！你放心吧，掌柜。放心，快快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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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让死！别让！别让！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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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我自己来。小二，本子记得准不准？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记在上面。把人给我带下去，继续搜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过。来人呐！来，把箱子给我。是。小心。师傅，师傅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住！别乱跑，这里很危险。我闭嘴。这座三层高楼都是苍生的，不对，是我刚刚虚实，怎么就把门紧闭了？住不动，等我叫些人来。来人，站来！我得多叫些人来。是是。开门！开门！你去看看怎么回事？快开门！我们是襄阳驻军，截住京城六扇门，不快查案！快开门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开门！开门！愚蠢们，放弃！
就想在苍生客栈找个人，找到我们就离开，请几位行个方便。大胆贼人，你们快快放下武器，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。我也不是一个嗜杀之人，就是给你们一个警告，高抬贵手，二位以下如何？你们休要嚣张，朱军已将你们重重包围，你们插翅也难飞。如果你们还继续伤害人质，与我们为敌的话，你们定将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奉劝你们早点束手就擒。就算我们死无葬身之地，也要他们做陪葬。里面怎么样？胡统领，这帮劫匪控制了36名人质，两人被杀。你们怎么样？主捕头受了伤，中箭头。于统领，对面客栈征用一下，给主捕头疗伤。是。来人呢？来，把苍生客栈通通围住，一只苍蝇也别给我跑出去。是。大人，朱捕头，朱捕头，进来。朱捕头，哎，你受伤了，快坐下。怎么样，身上毒解了吗？我刚吃了解药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来人，快！周捕头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。胡统领呢？胡统领带人把客栈通通围住了，想冲进客栈去救人。什么？他难道不顾人质的安危？周捕头，稍安勿躁。胡统领被我们暂时安抚下了，但他最多给咱们3个时辰想办法，要是到时还没有对策，恐怕连我也劝不住了。朱捕头，没事，咱们还有时间，
眼下你疗伤重要，咱们走吧，别妨碍住捕头疗伤。是。快走！大爷饶命！左阳，走了。也不知道他们找不找到他们要找的人。但愿他们早点找到他们要找的人吧，也好能早点放我们走。你以为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就能放了我们吗？啊，你是说他们会杀了我们？那怎么办？但愿这帮匪徒永远找不到这个人。四川唐人传人洛南苍生客栈，期间有神子台阶，有匪徒欲劫持，你在独活桥。四川唐门我倒是听说过，这独火球又是什么玩意儿？独火球是唐门独家秘制火器，杀伤力极大，据说释放之后30丈内寸草不生，但我也只是耳闻，未曾见过。啊，这么厉害？正是，这唐门灭门之后，天下唯一掌握毒火球制作方法的就只有唐柯一人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数日之后便是端午祭天盛典了，我相信歹人就是想劫持唐柯，逼他制作毒火球，然后在祭天盛典之上用此暗器刺杀当今天子。来人呐！是，随我踏平苍生客栈。是，且慢。胡统领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民如子，可是现在怎么就不顾苍生客栈里的几十条人命了？如今我有两位六扇门同门潜伏在客栈之内，他们此时必定在想办法破敌救人，请胡统领再等等吧。统领，待将士们想出办法救出里面的百姓之后，那也不迟啊。行吧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时辰，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办法，谁再阻拦我，我连你们一块抓。站住！公子，我有办法。走，走。你干什么？去。张总，这什么呀？解药。忍着点儿。这又是什么呀？这还是解药。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解毒的药？
我们统领性子急，还能宽限一个时辰。你是做不到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的两个同门在哪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让他们知道贼人到底找的是什么人，以助他们抢在贼人之前找到这个堂口，也许还能挽回大局。客栈各个出口我都探查，这伙贼人防范隐秘，要把信息传进去恐怕很难呐。咱们不能这样的坐以待毙，得想点办法才行啊。是啊，现在咱们只能这么办，咱们得把这里的情况，有多少匪徒，多少人质，匪徒的目的是什么，把这些消息传出去，告诉外面的人，让他们对这里的了解越清楚，他们就越能容易地把咱们救出去。所以咱们中间得有人先突围逃出客栈，把消息送出去。可是这儿戒备森严的，怎么逃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客栈有一个密道，就在大厅后面的厨房里。可这儿这么多人，我们怎么逃啊？有密道就好办。啊！要！喂，干什么的？哦，没事，他可能是惊慌过度了。回去坐好，别乱动。好，快点。好，坐好，坐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楼上的人，放心吧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把他们引开。当真？你相信我吧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大家都死不了。行，要是你真有同伴能把楼上的人引开，我就帮你，反正大不了横竖都是一死。好奇怪啊，这么晚了还有人弹琴。岁月莺歌，
怎么了？啊！这古怪的基因是我外面的朋友传来的消息，看错的地方就代表一个字。哦，哇，这就是江湖上流传的琴声传音啊！嘘，嘘。什么时候你的人能把这楼上的人引开？应该快了。不是，放开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啊？那啊啊！你别跑！你再跑，就杀了你！求求你不要杀我！别跑！救命！杀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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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运气可真好，一下子就把四个弓箭手都引过来了。运气好就不在这儿了。扔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等外面安全了，我回来接你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要和楼下的那个大叔会合啊？什么大叔？你别装了，就是楼下那个一脸严肃的大叔。咱俩趴那看的时候，你最关注的就是大叔。快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坏人？想活命就去藏好，别动。哎。
你看看，刘毅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陈三，你刚才说的密道到底在哪里？就在厨房的后面，是危险，我们赶紧过去。等等，为了安全着想，你们三个暂时留下来。我跟张捕快出去，把四个弓箭手摆平之后，再来接你们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大厅里还有36个人质在您的控制之下，他们的目的就是找一个有肩膀、有才气的人。我知道他们找谁，朱部长刚才其实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只是奇异古怪，注意他们。你快走。朱英谈的正是他刚刚帮我找到的这本古曲，他故意弹错了几个地方，错的地方组成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唐门传人在客栈。他们可是江湖上专门制毒施安器的顶尖门派，难道匪徒们就是想找他们的传人？你听第二句就明白了。匪徒意在毒火球，毒火球，毒火球，是唐门秘制的独门火器，江湖上知道的人也不多。据说释放之后，30丈内寸藏不少。30丈内寸藏不少，毒火球，惊天圣鞭。这样的话，也就说得通了。匪徒们，他们一直要寻找的就是唐门传人，要的就是毒火球，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惊天圣鞭。那第三句呢？第三句是告诉我们怎么找这个唐门传人。怎么找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把门关上。张毅，人呢？
张嘴！这是什么呀？解药。这又是什么呀？这还是解药。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果然是朱砂记载有间，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。不爱的生活，我一个人，只怪当初那么相信缘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女的。再变得认真，再越陷越深。看来他们要找的人就是你，唐岛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朋友有所失礼，希望你多多担待。那么现在一切都已经清楚了。半年前，唐门惨遭灭门惨案，你成了唐门唯一活着的传人，也成为了这个世上唯一一个能够懂得制作毒火球的人。而外面这帮凶恶的匪徒，他们一定是要抓到你的，就是希望你能为他们制作你们唐门这款威力强大的武器。好在端午祭天大典上袭击皇上。我真没想到会因为我连累这么多人。你绝不能落到这帮匪徒的手中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护送唐小姐离开客栈。小二。来，我是想让你带我找到你的徒弟，免得你们俩再给我捣乱。没想到你们直接帮我找到唐家大小姐。周捕头，江某要多谢呀。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如果我估计没有错，那这次行动的真正领头人就是你吧？对，周捕头果然聪明过人呐、啊。那我想问你，你现在怎么办？这苍生客栈已经被外面的驻军团团围住了，而且你刚刚又杀了唯一知道密道所在的店小二。这个还真不需要周捕头担心，我们还真不需要这个密道离开城。这么说，你们外面有接应？我有很多的兄弟，他们都藏在你们想不到的地方。现在就等子时的更鼓声音来呀、啊！二位捕快，唐大小姐，请吧。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快点！坐下！坐下！快走！看好他们，别再搞出什么花样来。你们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怎么又被抓回来？
闭嘴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必须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朱英。干什么你？我是看大家心情都比较紧张，所以呢，想吹奏一曲，安抚一下大家。诸位，我们现在都是人质，手无寸铁。跟他们来硬的，对我们没有好处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听我吹上一曲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我想，你也不希望出什么乱子吧？
大哥，你现在准备就绪。完了，等这支香焚完，毒火球就会自动释放毒气，到时候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会失去性命。你快想想办法。大哥，还有一炷香的时间。兄弟们，我就想说一句话：只要狗皇帝一死，今后你们的妻儿老小就交给大哥我了。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怎么回事？不许说！大哥，20年以后，我们还是一条好汉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值了，值了。唐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还有你，一起。大哥，他也带走。哼，身边有一个六扇门的捕快做人质，总有好处吧？大哥英明，把他们带走。是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。是。把他们都带走，走，陆谦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，坐，坐。好，我走啊，走，走。你给我，你在干什么？走，快点，快。天命难违啊，过了今晚，狗皇帝一死就改朝换代了。周捕快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送你一程吧。你怎么都小心。真的以为这一点点诡计可以改朝换代吗？没那么容易。快住手。你这什么人？李官，我们是六扇门的人，这个人就是绑匪的领头人，希望你们马上把他拿下。什么盗贼？胆敢行刺当今皇上，今天绳之以法。你没想到，我说过我的人无处不在，你受死吧。你给我起来。
兄弟们！是柱子，我还认不清你的嘴脸。没想到，连这小小的细节都逃不过你祝捕头的眼睛。好，让你看看这木牌上写的是什么。这就是我和我的兄弟要做的事。我从来也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，而且这件事还不算完。人，人，报，统帅，咱们的人已冲进大厅。哼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会死的人更多，一会儿你们就会见到毒火球的威力了。这么疼！来人，拿下！是。呀！呀！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！我要爆炸了，中毒，快走！你还抱着他？你赶紧憋住气，要不然全心都受不了你。干什么你？别多说了，没有办法。住吧，他虽然没吃过，但我就教过我怎么解毒火球。时间还有，你赶紧走。相信，一定来了他。我陪着你。别说话，你有内功，憋住气。
们成功了！张捕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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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张捕头，张捕头，张捕头。你除了你醒醒能对我说抱歉，其他的只能都交给时间。醒吧，别管我，直到会有这一别说话了，一定行的，坚持住。只是觉得快乐一点，难道我除了让你不自由不过这样，关系我的心应该可以紧紧地动作。用力吸，救不了你，不会分你的。用力吸，一定可以紧紧地动作。我一个人，只怪当初那么那么相信缘分，是因为爱你才变得认真，才越陷越深。张捕头，坚持住，一定行的。我一个人，一定行的。张捕头，早知如此，坚持住，我还不如单身，何必让曾经相爱的两个人越爱越陌生。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坚持住。直到会有这一天，只是觉得快乐一点。难道我除了能让你不讨厌，再没有什么能让你留恋？不爱的曾我，我一个人，只怪当初那么那么相信缘分，是因为爱你才变得认真，才越陷越深。爱的深我，我一个人，早知如此，当时我还不如单身，何必？快！朱捕头，他们怎么样？脉象平稳，无大碍，只是虚弱了一些。胡统帅，我有两个人受伤，麻烦你马上请大夫来。来人，来，去见大夫。是。你们把他们俩送出去。是。胡统帅，苍生客栈毒火球一案已经告破，等他们醒来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带他们回京复命。多谢胡统帅支援。来人，来，对，给三位捕头备马备干粮。是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
给我搜。这个就是毒火球啊。没想到这么小的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匪徒呢？季大人，匪徒全部伏法。我看这帮匪徒训练有素，纪律严谨，跟一般的匪徒都不一样。这个就是他们配在身上的令牌。张一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张一和唐姑娘正在疗伤，康复之后自会带着唐姑娘和毒火球的图纸前来复命。嗯，张一辛苦了，你们二位也辛苦了，下去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我先去陆大人那里复命。是。进来。张捕头，你下去。是是。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的手怎么样？我帮你包扎一下。真不疼。这个是毒火球的图纸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我相信在你的手里它能避免很多无端的腥风血雨。多谢唐官的信。为了京城，到了六扇门就安全了。可是我浪迹江湖惯了，不想去京城受约束。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们。姑娘不必多说了，我明白。张一愿做乘人之美之事。你说他更好一点，至少让你轻松。你那本《青浦上的曲子》美妙绝伦，有机会倒真想听你弹上一曲。我说抱歉，其他的只能都交给时间。唐姑娘，在下的心意实在难登大雅之堂。那个琴谱，只是觉得快乐一点，
是我送你的好人。输了能让你不讨厌，想必那位朋友一定是位佳人。哦，爱的沉默，我一个人，只怪当初那么那么相信缘分，是因为爱你才变得认真，才越陷越深。爱的沉默，我一个人，早知如此当时我还不住单身，何必让曾经相爱的两个人越爱越陌生。直到会有这一天，只是觉得快乐一点。难道我除了能让你不讨厌，再没有什么能让你留恋？不爱的沉默，我一个人，只怪当初那么那么相信缘分，是因为爱你才变得认真，才越陷越深。爱的沉默，我一个人，早知如此当时我还不如单身，何必让曾经相爱的两个人越爱越陌生。爱的沉默，我一个人，早知如此当时我还不如单身，何必让曾经相爱的两个人越爱越陌生。